商界不少阔佬都有个风水佬或者国师旁身，就连内地富豪亦都大迷信，四处打听有名的风水佬，吸引不少风水佬回大陆搵食。90年代在香港冒起的玄学家小神仙，他有不少客仔在北京，经常不上凑客发达无限期啊。小神仙以往的客仔包括过气 B 嫂张小伟。